太不容易了哈！我们已经在这儿熬走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了。刚才我上来的时候，这上面人特别的多，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来吧，咱们抓紧看吧，要不然再晚一点的话，景区就要关门了。我其实特别着急给大家看一下长白山现在的美景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大家一直都好像是不感兴趣长白山啊，还是不想看我呀？